叫什么？耐克大量。哦。昨天奥莱没逛到，今天万达逛。昨天我都不信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你这是不来了一定要带我逛逛的。不是，只有晚上有时间，白天太忙。晚上没事都出来逛了。对，反正吃完饭了。这商场顶在这儿干两把呀。真的，光说啥会儿？不是这是会儿吗？啊，这是女装，这边是男装。啊？你看看，可能得没写，一至三折写着呢，应该是。没有贴签儿吗？啊？这件呢？我看这个昨天咱在那儿看没有这件。这个袋儿比昨天那个袋儿要那个什么好看，宽。嗯，你看看，挑一个，要不挑个纯色，我觉得这个样子挺好看的，还这个下边宽一些，有点炸，那边没有那么包身可能。嗯，你看看还有裙摆式的呢，看那纯黑的呢，后边那个纯黑的，哎，对，这个纯黑的这个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比昨天的好看？把口罩摘了吧，我看适合你吗？后边呢？我看看后边。哎，这个比昨天的漂亮，转过来。哦，也没有那么包身了。喜欢吗？这个款式挺喜欢的，颜色就是看有爱呗。哦，就这些色，要有粉的。你昨天不是试粉的了吗？这个穿，嗯，不适合穿粉底的。嗯，还行哎。你看，我说这个好看吧，我都要看上这个了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今天刚到。真的好看，这多好看啊！这个，这个就是号不全了，是吗？刚到的，刚到之后我就拿了两件走。能调号不？那个，他这个号不就行吗？我看看这个是好看。看我这么肥，显得这么胖。这个是我看看是多大号的，这个让那美女看看这多大号。六五啊，六五。好像七五。我七五。那换一个。哎，这个合适。刚才那个太肥了。哎，对。这个我觉得比那件儿，我个人感觉这件儿比那个好看。你出来，可以拍一个小白鞋儿，挺好看的，好看，后边也可以，后边也没有那么包身儿。可以，反正我喜欢这件，可能你看着这道道了，可能看着眼晕哦。但是它是宽道，不是窄道，我觉得行啊。嗯，试试这个吧，我刚给你挑一件。哎，对，这个，对，你再试一下去。那个你试吧，这个号版型偏瘦，你听我的，没错，它有的版不一样。这个也是没有号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，我感觉没有那个带白领这个好看。
啊，就这个跟那道道也还好看一些。嗯，那你就二选一吧。嗯，我没有那个。嗯。这是你妹妹呀？对，我妹。嗯。人从河北来了，我说给人买一件衣服。啊。昨天晚上逛了奥莱没逛上，然后今天又逛万达。这姐姐很不错。哈哈哈。这不是她来一趟。这防晒。她那个来一趟那什么不容易，我。小妹儿。别幸福啊！你扫着点。好，我扫。嗯，好嘞。小妹儿，这真回手表呗。走啦，走，看看还有买别的呗。不不不。走啦，美女。好，慢走。哎，那过来啊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来。终于给你淘了一点。一会儿叫我把红包转给你。我妈买的。那太贵。我妈买的，走，再看看里头，再看看还有啥。走。